请问一下，你都怎么品头论足男生呢？哎，他感觉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是这样吗？你要确定你是这样？感觉跟他一起做运动会很开心。很多人说建中很脏，但其实我觉得女校也很脏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啦，干嘛那么凶啊？哎，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OK， 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目前是几年级？我是高二。好，那你是混血的对不对？对。你是混哪里的？白罗斯。对不起。女校这方面有遇过什么比较疯狂的事情吗？因为男生比较少，所以很多女生讲话蛮开放的。怎么样开放？怎么样开放？刚刚不开讲哎，就是没事。比如说，因为都是女生嘛，所以借卫生棉声音就很大，不会像有男生在教室里面那个藏起来这样走。那你可以模仿一下在班上怎么借卫生棉吗？有人麦克风拿起来就问那个同学有人有卫生棉吗？哪一方面除了男女比例以外，哪一个落差最大吗？我原本在刚就是还没进女校之前，有很害怕说女孩子们都会玩心机之类的。嗯，对，我也有听过。但是进来之后就发现大家都害怕对方玩心机，所以反而这种事情比较少。啊，不会因为女生在一起勾心斗角之类的？可是就没有男生你勾心斗角的结果是什么？他讲得很中肯呢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在女校里面有没有遇过什么最尴尬的事情？脱衣服换衣服的时候，不小心被路过男老师看到。啊，男老师看到了怎么办？其实我那时候也还好，因为我自己里面是穿运动型的，所以。OK， 就是对于那种比较年轻的男老师，会有一些比较。而且我看你们教官也蛮帅的。不知道该不该讲，但是会。哎呦，如何分享一下？因为其实蛮多体育老师都长得很帅的，私底下就会有一些过度的言论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讲，我听过，就老师你要跟我做运动吗？老师你要跟我做运动吗？真的？做厨房刀。老师怎么回复？没有，他不是在老师面前讲，他私底下这样子。哦，私底下跟老师，哦，私底下跟同学聊天这样子。对。OK， 哎、欸，那女校其实跟男生私底下的样子蛮像的。确实。有一点像哎、欸。就是很多人说建中很脏，但其实我觉得女校也很脏。Oh my god！ 比如说厕所容易哪间打开都是血这样子。可是不是都女生打扫，不会就是女生爱护女生之类的吗？你们男生会爱护男生吗？不会，我们都乱撒。你们凭什么对女生抱有这种偏见？你几岁啊？我16。未来想往什么地方发展？这样讲好尴尬、啊。你说没关系。演艺圈。非常好。你如果演艺圈不走，你可以去选里长，我可以支持你，好不好？加油。我们之前是国中是读男女合校还是女校？男女校。我都可以。那为什么会想选女校？想体验看看。再来体验看看。男女混校会很臭。等一下，你先回答，为什么觉得男女合校很臭？就是每次体育课完，然后整个教室都是味道，然后就很讨厌。然后女校运动完都是香的。真的没有到香，没有到香。对，但是没有那么臭。很香，哎呀。读了女校之后最大的感想是什么？很多好朋友。不会有一些小圈圈或勾心斗角？因为没有男生。哦，所以意思就是女生的对象。对，所以真的有对象。Oh my god！ 你们平常在私底下都怎么讨论男生？很臭啊，很猴。没，只有批评吗？没有好的东西吗？会讲说哪一班的男生看起来比较好，可是就是之前约联谊什么，然后你都没有成功啊，因为很尴尬啊。我们班都会已读别班，他们不会聊天，他们感觉都一次跟好几个班，然后看哪一班可以。成就这样的、啊、哦，你觉得他们就是没有诚意？对对对，有一点那种就是把听的玩听的方式拿到这里玩。对。那你们会玩交友软体吗？不会。那你们要怎么认识男生？要认识啊。你很放弃跟异性接触这一块？就是男朋友。刚开学的时候会有这种欲望吗？现在就不想认识了。为什么？你被伤过吗？他们都很尴尬。他们很喜欢传那个黄色笑脸，你看黄色笑脸不代表就是友好温柔之类的，很尴尬。还有那个有水滴的，就是流汗黄豆。那有时候很喜欢传言文字，言文字不行。然后我们都会互相给对方看那个聊天记录。所以女生在女校里面会玩得更疯吗？比较开放，因为我们是同寝，然后就可能会在宿舍发疯之类的。
OK， 你怎么发疯？发疯就考试前就会，可能会乱叫或是乱跑之类的吧，在宿舍里。围着宿舍绕圈圈一直跑的意思，就一直这样绕圈圈跑，很焦虑，不想念书啊，然后就会就可能释放一下，对，但也没好像没有真的宣泄到。OK， 好，我们又看到熟悉的同学了，这次是他陪朋友进来，你们算朋友吗？好闺蜜，好。哎、欸，他没有讲话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告诉你们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一起洗澡。哎呦，等一下，都是你在讲哎、欸。对不起，我闭嘴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洗澡会互相品头论足彼此的 body 吗？是不会啊，我们也只有洗过一次而已。进来女校这么久了，你有没有觉得跟之前就读的混校里面有最大的落差是什么？大家本性外露，就是因为没有男生，就可能就不会那么多那个包袱。就是会做一些很脱序的行为，就是要听这个什么脱序啊？我想我你不用看他，他什么都讲啊。对不起，我闭嘴。大家会直接换裤子啊？好像也还好，因为都是女生。换裤子是全换吗？对啊，内裤有了，内裤还在啊。会有那种，比如换完之后，人说，哎，你这个内裤很好看的，哎，或者是哎，你这件内衣很好看。我们说，哎，很有料哎、欸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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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有人对我这样讲。就像你在抱自己吗？你很想被这样讲是不是？没事，算了，对不起，我闭嘴。会称赞，会称赞、啊。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？就是、被称赞的那种啊。称赞什么？你胸很大。他给我才讲完这句话。Oh my god！ 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脱序的吗？没有包袱的。大家都会很吼啊，就是完全不会控制音量，然后就是任意尖叫。那你尖叫一次，我看一下。你有天分、欸，因为我也有做过这种事情。你有看过的 Discovery 那狒狒有没有？底下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觉得比较特别的，比较劲爆的。你的劲爆我刚讲过，就那个。老师要不要做运动？那个就是，哎、欸，就是你哦、喔！来，那我知道从哪里切入。请问一下，你都怎么品头论足男生的？哎、欸，他感觉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是这样吗？你要确定你是这样？感觉跟他一起做运动会很开心。Nice， 黑黑帅帅的。OK， 你喜欢的健康型就对了。也没有到一个，也没有到就是。其实你就是有点像讲干话那种感觉嘛。不是，他是心里真的这样想。他是真的。就小动心而已，没有真的要。女校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？但有些人会把大便搭在那个马桶外面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才可以搭在外面？我们的我不知道、啊、女生厕所是蹲式的吗？蹲跟坐都有，可是蹲的就很常会看到一些巧克力厚片之类的。No God please， 是会撇出来，还是它就在外面？它就在外面，这违背地心引力，你知道吗？掉下来，它就 Stop it，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在马桶里面，它就在外面。看到这种你们回班上会不会干妈又谁他妈给我大便搭在地板啊？没有，你只会看到都觉得心里很干而已。默默的关起来，等待下一个受害者。谈恋爱最想做什么事？啊，一起去很多地方玩，像海边、欸。那你会穿泳装去吗？不会。那如果他说，你穿泳装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拍个抖音还是什么的？应该可以。你看，今天拍抖音这个套路是对的。